晴朗的午后，微风徐徐，阳光倾泻而下，时光仿佛停留在1940年代。走进里面，宜人的快木香气沁人心脾，阳光慵懒的徜徉在室内，就连空气都悠闲的好似忘记流动。只有孩童天真无邪的嬉笑声提醒着我们，时间依然不停地在走动。窗外的车水马龙与窗内的轻松自在，隔着木窗仿佛是两个平行的世界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倘若您想回忆旧时的美好时光，演武场欢迎您的到来。